圣诞节会到诶，圣诞风也开始转风诶。农民会今年都办了一场圣诞风嘅大灯，现场除了有传统嘅圣诞风，也有许多农民嘅创意盆栽。农民会希望透过盆栽创作，安尼圣诞风呢卖多个旧多，提升花嘅附加价值。一百必须得将嘅花，也会提升人家初六嘅日，提花博梦想馆公开展示。一排一排的圣诞风有23个品种，各种色都有，一条对风色全都拍摄的温度变化，还有顺风抢玫瑰用的叶温度圣诞玫瑰，一条都是亚安多年来清好卖的品种。韩国今年风采色各地的圣诞风都比往年较作风，加斯每维持一盆50000元到500元的品牌价。气候的问题呢，气候较凉较好，比如较风啦。梅差嘛，前三十不是啦。你讲有啦吼，要开只风啦。你讲迄无啦，佮都开慢风啊。农民等等爱抢过年代的圣诞商机，只要统计当年12月内到过年前后，都卖得出150000盆的圣诞风，还比农民带来一点新姻缘的收入。一年秋天，都总会带来圣诞风，沙场地天天建立，占有胜利，古说法农上千攀法，爱再个提升圣诞风的附加价值。原拍摄的金奶奶也流苏彩带披灯祭奉的圣诞风，忘记有亚坦节的气氛，一层又一层的雕盆，是今年的圣诞风创意栽培大挑战呢。发动的创意同考试，唔但将圣诞风看起来亦有气氛，每栋有加出。大家都只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用圣诞红，那希望说透过跟组合盆栽的结合，我们消费者或是组合盆栽老师可以在周年都来使用我们的圣诞红来作为一个组合盆栽的花材。农贵从温酸包装过后的圣诞红，唔但抢做得再过政策量上，每做得帮厂卖圣诞红的时间，比法农带来行较好的胜利。客家新闻，记者。